位同道，大家晚安。今天下来主题讲的叫生命的奥秘啊，吼。但是吼，这种啊，这足歹讲的，足神秘的。因为咱干阿一个囡仔伫咧腹肚底内底，你有感觉足神秘的？为什么？就讲阿咧十个月大腹肚，阿咧甲生出来就哇，这不是很奥妙吗？就是非常非常的奥秘。人嘛，天地生人啊，啊人呢，人爱仰上天，所以咱人伫这个上天之比内底，咱才有法度与咱这个道法自然内底生存。什么叫做道法自然？因为所有的物件拢是道内底所变化，人嘛同款，好人甲歹人拢共老爸老母生，有啥物有好的，啊有歹的，啊有乖的，啊有巧的，啊有戆的。为什么？同迄个爸爸妈妈生，为什么会有迄种个变化？敢那两个双生啊，三个双生啊，生出来因果拢无同款，个性嘛无同款，所有要做个工作嘛拢无同款。啊，你若讲远，啊，着同老爸老母生个，着差差不多几分钟啊尔。为什么无同款的因果？不一样的因果，也不一样的思维，也不一样的想法。这就是咱人人生的奥秘，就是在这里。什么叫做天机？咱即马若要甲学，要学天机，真正是无遐简单。不是天机不可泄露，不是天机不可泄露，而是人一定要用什么？我是在哪里？我就是伫顶头所留落来，即所谓经管，那叫做法，嘛叫做管。你若去甲看六十四册，啊，咱内底有六十四册吼，迄种诶，那里面所有的从咱即摆四千七百几年啊，内底面所有的经典啊，所有诶内底面留落来，拢是上天留予咱诶宝贝。天机伫倒位？天机就是拢无二天书叫天机啦。我这样讲同意吗？天机叫做无二天书啦，无二天书叫做天机。啊，若是有册落来，互咱看，都毋是叫做天机。伊就是要互咱知影，内底面所有的上天留予咱的，到底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去教育众生？教育众生会当安怎？会当随顺自然，佮会当道法心传。为啥物要道法自然？就是因为道法自然，才有人类。不是道法自然就没有人类，这个人类的奥秘就在这里。天机就是上人，咱你知影叫做生命安怎来的？一定要有公的啊，一定要有母的啊。啊，咱较早若唔知咧，讲是先有鸡还是有鸡卵？好哩了，先有鸡还是有鸡卵？啊，先有鸡哦，那鸡从哪里来？鸡从哪里来？你说有鸡，那就是啥？咱即马先来讲吼，一气二福三好四土，这拢为对来，为顶管来的啊。那后面哪有这物件？哦对啊，那有十二生肖嘛，十二生肖，但是一定有公的嘛，有雄有雌嘛，啊一定有安尼，唔才有法度生成，对不？这的物件拢是同款，都是先天给我们大道给我们的奥秘。啊，这个奥秘就是咱唔通去用头壳啊，唔通用去想的。我你阿公会足奇怪，有人讲生一个尔，然后有人生四五个，有人生七八个，有人生十几个，同一个腹肚我都几十几个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十几个哦，数十几个哦，七八个都有。你个人，迄个腹肚遮大，哎大，有只很毛，安尼人生十几个人在咧生，迄嘛叫做道法自然，迄嘛叫做啥？迄嘛叫做人生生命里面的奥秘。拢互你无法度去安怎去按算，讲伊有法度安尼生遐济，爱生遐济是安怎生？就是安尼生，叫做生命的奥秘就是这样。啊，但是咱生命内底除了感悟的心性的高精，真佛菩萨啊，种生命拢总会安怎？我们都会怕什么？都怕安尼，你会惊死未啦？你甲我讲袂惊死的，我都歹说。那即马甲你讲吼，下另一天吼，咱唔知来甲你点点无？你会惊无？会啊，嘛是会烦恼，我都袂惊死。
每一个人拢会惊死，惊死这两字，都不是惊死就袂惊死，哦，啊，袂死就袂惊，会惊嘛会死，对不对？你很怕也是会死啊，到那个时间点，它还是会，这个叫做自然法则，对不对？生死就是自然法则，每一个人我都管你家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若管理好，你的精气神就好，啊，你的生命若管理好，你的身体就好，啊，你身体若好，是不是会长寿？长寿从哪里来？是上天给你的吗？不是，是自己给自己的寿命，你家己给你家己的寿命。第一个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第一个就是运动，第二个就是怎样把你的身心灵调好。身心灵调好的人会长寿，为什么会长寿？因为伊本身无迄个啥，你知道？无迄个贪，啊嘛无迄个讲，我一定爱安怎，为着对这所有的名利关系，咱有些很细命都无。但是人就是安怎，爱有法度真正讲，咱人要伫这个世界上要安怎生存，第一个就是。非常方便的，有得吃，有得穿，有得住，安尼就叫做幸福。无厝好大，上无嘛还阁有哪细厝？咱有是较早的时代，较早的时代是无厝，哦，啊，过来嘛无啥物衣，哦，食住行都没有现在这么好。即卖衣食住行，食好要阁穿好，啊，要阁困好，啊嘛要阁创啥，啊要阁。所有的拢想要完全啦，无一个人愿意去想迄个苦。现在的社会已经是成为爆炸的社会，啊，即马爆炸的社会是爆炸到什么程度？爆炸到天内底不容咱的地球无代志。为什么天不容地球会无代志？是因为咱迄个地球爆炸，甲咱的人类的爆炸，就是在一个坎里面，咱讲。为什么讲反圣婴？反圣婴、正圣婴，现在就在躲正圣婴。安尼你家想，水啦、地啦、地动啦、风啦，现在所谓飓风啦，都是一个非常要人命的。啊，但是这上天有法度甲制止无？你讲飓风若要来，上天有法度甲制止无？不可能。上天会当甲讲你唔好，搁乱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。这是一个地球的气场甲磁场，甲咱甲因的这个磁场已经变，安尼啊，都倒摆。以前的人，伊是足单纯的，食穿用拢足单纯的，你都袂去危害这所有地球内底面的这物件。你物件甲危害愈多，咱的地球要损坏的速度会越快。啥物讲？地球的损坏，迄个速度会愈来愈大，因为伊。现在碳量高，再来就是啥？37度、40度、40几度，安尼的话，地球冰山在一直飞，飞飞飞到差不多啊。啊，现在海岸线又搁升悬啊，搁升悬，哪一度搁一悬，海岸线搁升悬，安尼咱就伫遮底水底啊。现在底水底，因为咱在台湾吼，到边啊四面拢临海。你若如果讲海岸线，你是升高，咱就走无路。咱走山顶要食啥？咱若如果讲无在种植，这些田拢淹水啊，咱的土地嘛淹水啊，但是当走阿里山较悬嘛，对无？还是走到一个山头较悬？但你走去山顶，你要食啥？你也是狗啊！你若狗讲伫山顶对无，佫会使压一寡竹仔来食，佫会使用啥来食？你也毋是精细，也毋是狗，你是人呢？啊！你若讲去，啊水给你逼逼逼逼，到后你走去你到山顶，我来讲，大家都死了了，为什么？没东西吃啊！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纪，很危急、很危机的世纪。现在不再讲奥秘，为什么？各种生命都害怕死亡，一只狗遐都爱求生命，不是干阿咱俩。哦，这个死亡大家都很恐怖。因为众生不了解生命的真相，生命如同宇宙奥秘一样，予咱人难以探索跟破解它。像阿讲，咱无在遐破解，我都甲破解生命这两个。生命就是万物的本源，但是万物的本源又是啥物？万物的本源又是安怎？万物的本源是从哪里来？
咱嘛是同款，搁甲扫落天顶嘛，对无？因为天顶互咱来甲咱制造呀，所以讲天地造人嘛。啊，人即马过来就是伫天地内底面包容即内底，天地人拢包容即内底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说一定要怎样去破解它，你没办法破解它，啊，无差着安那。咱道祖那就讲四字，干那讲四字互你尔。道法自然，安尼你听哦。什么叫做道法自然？你自己悟。所有的道，大道都是无为。啊，既然是无为，你说无为是什么？当然咱嘛知影，无为就是有为，有为就是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为法跟无为法是同一个等。因无咱人去甲去这个庙，伊敢就会成庙。神佫予你神通广大，讲我用话安尼一间庙就起来啊，安尼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所以无为跟有为是一致的，也是一个圈圈里面的能量场，还是人类所有的。人谁人才讲？到到遐去庙，去到遐画灵画风，佮去到有法度甲神化妆甲足水的、足庄严的，这不是人吗？是啊。但是在大道里面，为什么说无为跟有为是一致？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有人就先天啦，有先天就后天。咱这边咧讲的先天是啥？太上道祖是不是先天？他是神，但是他的人格非常的高，所以有分先天跟后天，有气天、到福劫、到太劫。为什么才有分这個？因为大道本来就是一个战场。咱人嘛是有一个赞助，所以咱即摆讲生命万物的本源是啥物？就是迄个无形无相、无声无色、无作无为，哦，无作无为啦，哦，如如不动的本性。阴阳两种物质啊，都是源自于道。生命是由阴灵体，以及咱的阳体、咱的肉体，有阴有阳，有两种的物质所结合的，所以叫做。咱人生命的奥秘，所以佛陀最初在菩提树下成道，嘛是同款来感叹啦。感叹讲：愚哉，愚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咱人妄想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不能证得，就是讲咱无法度证到这个啥。咱佛陀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每一句话啦，佛陀所讲的。伊所悟出来，即所有的道理，啊，这个道理是安怎讲？佛陀伊嘛是人，但是伊为什么会成佛？伊的成佛就是牺牲伊家己啦，牺牲伊做王子，伊无爱荣华富贵，伊放掉了荣华富贵，走菩提树下，伫啊十年的苦修，伊才有成神。哦，咱今日讲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咱今日。道教徒跟佛教徒有什么差别？没有什么差别。每一个人来都是同款，用同款的信心，用同款的信念，希望就是啥？我们也要归回到一个层次的地方。咱莫去阿讲啊，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啦，极乐世界离咱足远的，但是有远无？无远。我讲西方极乐世界伫倒？伫心。咱三九靠天尊讲要带咱去，吼、哦、琉璃世界，吼、哦、嘛是伫心。你若有做到遐，你的层次若有提升到遐，你即马就伫咧西方极乐世界。咱兜若无烧拍无战争啦，咱兜咱讲咱兜就好，咱兜战争是啥？阿妈无烧灭就叫战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兜囡仔若无乖，会甲咱算账，这就算国土灭亡啊。阿公婆冤家，啊，遐二十岁嘛，甲咱老爸嘛，咱吐到尾啊！咱这种小国的，家庭叫做小国的啦，小国家，大国家就是我们整个社会连在一起，叫做国家。家庭就是一个小国家，但是家庭若有，若是有乖的，咱当然就袂烦恼；无乖的，咱会烦恼。啊，这烦恼拢为谁来？这烦恼拢为咱人。所以咱即摆要来世间吼，要了解迄个西方极乐世界要安怎去，这个我们还不要研究。咱先研究讲，咱要安怎做人，要安怎把这个代志
工作甲做圆满。咱今日来咧修心，是咧修啥？修心，你要甲当作讲，每一个人拢一定爱创啥？修心养性，就咧养咱家己。第一人养精气神，第二人咧养啥？养咱的元神自在本命光彩。第三人咧养啥？第三就养咱的灵性开启。有灵性的人，他讲话一定是有标准的。这个标准是啥？就是道法。道法内底面的标准就是不欺不诈。咱不欺不诈，卖讲白贼话，嘛卖去甲人做唔对的代志。不欺不诈就是好的。过来就是啥？你安定你自己，把自己的家国拢当会当圆满，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所以今日我讲十分。我这超贵啊！来来来，换你。我现在是开场，开场哦，啊讲一下啊。后壁就是哦，这地主呐是有机会，拢会当拿这支麦克哦，来来拍手啊！今天讲生命的奥秘啦。刚刚老师讲哦，生命及万物的本源是什么？哦，简单讲是我们本性，这个是也可以讲做人道哦。那道教老祖哦，就是道祖，他讲道生一，啊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哦，那万物也是从道，我们人包括万物也都是在道里面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修，或是学佛学道，也是要求一个啊究竟解脱，也是在悟这个道，回归到我们原来的本我。本性啊，恢复原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形容哦，道或是本性，它是无形无相、无生无息、无作无为、如如不动，这个都是哦，跟那个六祖讲的那个和起之性都是同一个意思，只是它表达出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哦啊，了解哦，道也是这种情形啊。道无名无形、哦、然后可以运生万物，运行日月、哦、就是道在运作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对道要了解，也是从最根本最基础去了解这个道是讲什么东西、哦、那从这个道去理解去修啊，把它恢复哦，啊你平常遇到人世间、哦、啊，怎么样无形无相无生无息无作无为，这个就是无为法门。那简单的我们在课堂上有讲过，为什么要从世间法转到出世间法，有为法转过来要转成入心，然后入法界无为法，就是要达到这种状态，你要从心法下手才容易。阿爸，你世间法就像这个麦克风，世间物，如果你用不究竟的哦了义，当然时间久了，哦时间久它会四大分散，哦、比如说电池坏了，或是它里面的电子零件坏掉，没办法讲出声音，或是时间久了这个锈蚀，当然你就时间就宇宙的生命是无限久。就像我们在讲一节二节，那个时间都是非常久远，我们把时间非常久远当成分母，啊这一个耐用期，假设一般三年，三年除以不要说无限久，除以一百年，你得到的这个是什么？0.00几。那换句话说，就这个麦克风来讲，它的生命周期太短，太无常，所以它的生命是短暂。把我们了解这个他的生命短暂，包括我们人，你像天人的寿命更久，那活菩萨那他们已经超脱三界了，寿命无限长。好，人的寿命100岁啊，100跟无限，100是分子分母无限大啊，你得出来的是多少？那几乎是等于零啊，等于零，那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太短暂？那要不要珍惜我们这个人生？所以就是趁你剩下的时间好好去修行，把你的修行的道路的方向先把它理对，
见地对了就是好修行。好，刚刚老师讲到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才会用红笔写的。最主要是那个妄想跟执着。妄想是什么？因为现在你要把分的世间跟出世间，世间法一心理你六根就是眼睛看到的世间的物，那个物反射到你的里面的心，那个心境你照出来一定是你六根接触的那个原本那个佛性本性，你起作用才会变成心。那你心把这个物射到这个你的心境上，那会不会显出那个影像出来？那个影像也非常短暂，是你心中所显现的影像。那它真实的东西，譬如说这支麦克风，会不会真的进入我的心里？没办法，那转到你的心法，你入心入法界，这个你就不会太在乎它是可以永久使用，它是短暂。那如果用世间法，当然我刚刚讲过，用分子分母这样去处，它也是非常短暂。但是这样的讲法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究竟了义的，只是说用这个变通的方法，不是就心法来讲，心法来讲，这个都是我心中所产生的影像而已。好，我们讲到用，他要不要用？要啊，要这个麦克风，我才能透过麦克风把声音传递出来，把它放大的效果。放大的效果就是我们要用这个麦克风，就是妙用、假用而已。但是它有没有真实的存在很久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们就不用用这个东西扩大到人、事、物，你所周遭面对的人世间处理的事情，转到你出世间用法界来讲，你就会慢慢把它放下。怎么放下？今天我刚跟一个师姐在讨论，那她的见解也很好。那放下，不执着，没有妄想，因为妄想就是把它误认了，不是说它的错误，或是世间法讲的就是凭空想象或自己臆测。佛法在经典上不是讲这个，是讲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当作世间法，你看到的有形的气世间。但是你如果要转心法的话，入法界，入无为法，就是要那个妄想，就是心中所产生的影像而已。那个影像就是幻象，但有没有作用？一定它有作用。你眼睛六根接触到这个六尘，一定有作用。那个作用就是要让你去用，用有为法。那有为法让你用，要不要去放弃？不能放弃啊，你还是要去用。那只是说要见，就是不执着，因为你着相认为它是真实的，你才会把它占领，以自己的立场说这个是我的，那我要永久去使用它。但是它没办法永久，会坏掉的。所以执着怎么破？还是要入法界，入心法，入无为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在讲，整部都是在讲心法，是非常重要的经典。所以对《金刚经》有兴趣的师兄师姐，可以好好研究下功夫，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从这一部经典出，它被誉为就是佛母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对我们修行非常重要。好，继续。那四生六道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是三世之中不断在六道轮转，都是为什么？就是有一念心，一念心，然后你就变成法界了。那你造什么因，就会得什么果，包括这个生命的奥秘，不脱离什么因果。你像各位师兄师姐，现在你就自己这一生到现在，你就可以想象说你前世做什么，现在就是为什么。各位师兄师姐有的人走这一条路非常顺，他
挫折比较，或是考验比较少，那可能他前世或是过去是很有修为，但是还没完成，只是他在继续修。当然他前面造的因很好，那所以他这一世当然 他自己都知道。那如果是我现在比较困难的，你就要好好去反省说，为什么我的修行路上经历这么多困难挫折或是挫败，那就要去检讨。那上半我有讲过，就是说我们持天地圣功有一个非常好的法，减少各位在修行的道路上的困难，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过去所造的业，那我们跪体向南，那爱显然把它还清楚，那就是要减少自己修行的障碍。那有春秋人记，相信各位师兄师姐都有做过这个法门，很好，可以在你的修行路上减少不必要的困难跟障碍，让自己的修行路会更好走。好，那讲十法界，十法界就是有六凡跟四圣啊。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，这个就是六凡。四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果，当然他们造什么因就得什么果，以前就是修什么因。比如说这边我讲到十法界，你造了五逆十恶，那下场就是三恶道。三恶道就是地狱鬼畜生。上礼拜我们有大略的提到那个每一个比如说畜生界的众生，他自首问他的答复，就不要弱肉强食啊，或是残害啊，他比较没有智慧。那他如果他在得人生的话，在身为人类，他就不会去犯那种过错，变得比较有智慧，他不会去残害其他的畜生道。他为什么畜生道？他就是过去是有造了这种忤逆十恶，忤逆这个是重罪哦，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还有出火生水破和合生，这个绝对不能换，换了就是去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就是受苦无限长，日夜，就我们人道来讲，日夜都是要受苦受苦没有停息，所以要出来它的结束就是很长。所以那个忤逆就我再重复一遍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火生水破和合身，十逆罪就是十二罪，就是十三业的反面犯了杀盗淫，还有两舌恶口欺语，还有贪嗔痴，总共加起来十项你做的那种十恶，就是会引申你到地狱恶鬼出生。所以最基本的受持五戒且不犯戒这个五戒就是三盗淫妄酒。那前面四戒除了九戒是遮戒，为什么酒饮酒会列入戒，就是怕你喝了酒过量，然后造成遗憾或是错误，犯了前面四种罪，所以把九戒列为第五戒。包括佛教还是道教，这个都是基本戒要去重视这五戒。尤其我们修行这个戒要自己好好下功夫，可以一戒一戒受，也可以五戒同时受这个没有区分，你可以自己练习说从不杀不杀，简单的讲就是你要从无数开始办，就是要你要洗肉没办法断掉，那从三斤肉开始，
不见杀，不为我杀，然后就是不是为了自己吃而吃的，譬如说猪肉鱼肉，那个你就不是看到现场在杀，或是你就去请你会看到一家店啊，这家店啊，他就把头家公这家啊，你不是为你们自己一家人要吃的，那个也就是算杀业啊，这个就杀这一点就是培养你的慈悲心，然后不与畜生他们结恶缘。再来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就是要去夺我们的身上的浊气，然后越走越轻，就是不使众生的、哦、这个是在杀这个业、哦、不杀这个对你修行上，这个是基本戒，也是要好好去研究跟下功夫去做。好，再来修善业，你却带着嗔恨心跟慢心、哦、便感得修罗道，你修到最后就是修到修罗道去，那是不是走了冤枉路？那你修行用心错，见地见解错了，或是发生在自己的毛病，虽然做了很多善事，但是常常嗔恨心或是动高我慢的心没办法去除掉，没办法降低，那变成就是修到最后就修到修罗道去了，那太可惜了、哦、那修十善道十善业、哦、那他照这个因就得到天道的果、哦、他跟这个十善跟十恶是反过来的、哦、他四谛成就，所谓四谛就是苦集灭道，他声闻就是从有四果、哦、金刚经讲的有斯陀含、阿那含，还有阿罗汉，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四果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样他是声闻。那缘觉，所谓缘觉就是修十二因缘，因为他修十二从无名行识，然后六路入受爱取有生老死，经有十二因缘这样他去悟道，所以就不最开始的一念无明叫做缘行，行在缘世，这样一直缘行下来就会知道我们因为一念的无明你就有烦恼，他们没办法解脱，就在三界轮回里面。好，如果反过来你从最源头无明开始源头断，或是十二因缘任何一个一项你从那边断、哦、简单的讲它就是破业苦啊，因为我们有迷惑所以才会造业，它造业受报就有苦报。十二因缘哦，简单的讲它是这样去循环的哦，就是有疑惑，然后不明不了解有困惑哦，那这个惑有再有去细分啊 哦, 哦，有尘沙惑、见思惑哦，然后你因为迷惑了不知道了，所以造了业，那业简单的讲就我们分那个十恶哦，啊、你就会有产生果报，因是怎样我就是怎样啊，长劫轮回没有办法出脱，或是没有办法继续修行，那是不是没办法解脱就会很苦，那三个一直在这边轮就是一直循环，就是因为一念无明而造成造了业会受苦。好，好，在修六波罗蜜花广大心，六波罗蜜最重要就第一个就是要智慧，就是波罗波罗蜜，那有智慧这个就是修波罗蜜，它以它为眼，那其他五波罗蜜就是首先你要有智慧，
因为你要大慈大悲，但是也要有智慧，不然你没有智慧去判断你所行的慈悲，会变成有反效果。有的你变成要帮助人，但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方法，用错了可能会帮到你。所以智慧呢，有没有重要？包括今天所写的课程，它是什么？文字波二。你文字波二就是里面有含智慧，你懂了，那你回去要再复习，或是在场在讲这个句的时候，你就去思考、关照、想象，哦，去用文字波二变成关照波二，然后再产生实相。你没有这个妄想，也不执着了，回归到实相，那你的心不再着六根六尘，好产生六识，你知道这个是妄心在起作用。你回归到真心不动的话，那是不是你做那个心波罗就进入到实相？那就是实相波罗。那实相波罗，你回归到你的本性本心，也就是你的佛性显现。那以前我们常讲，你要保持这个悟，这个心不会迷失，或是要把它保论住，就是要渐渐从小悟到中悟到大悟，把悟的时间拉长。不是说哦，今天悟，然后后天悟，然后是这样，时间长了，你又回到原点，又回到你变成有那个在世间法里面闹，哦，所以讲这个心法，不要入法，今天就要常常用。哦，当你有什么烦恼或是困扰的时候，或是什么放不下、怎么解不开，有时候让自己心沉淀下来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好好去。除了文字波罗以外，再用观照想一下，再回到心，你的实相就显现。那你实相常常这样去反复的闻思修去做，那你渐渐的实相常常在你的心中围绕，那是不是回到你的本心，哦，啊，你的佛性、你的灵性就是常常藏在你身边，哦，不是心藏外求，你心外求或是这个物类就会执着了，执着了你就会绕不开，就会以自己为中心，有比较心，有主观的意识产生，你的四心就出现。那你是不是四心太重，哦，就没有办法让你的元神显现出来？你真心本性就是遮盖住，那遮盖住你想就是像那个太阳或月亮被乌云遮住，一时不觉，那乌云过了，云散了，是不是又见到明亮的月亮？好，这样你就反复的去练习。好，再来，就是从怀内到最后成果，始终不离正念心啊。那正念心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你成佛做主，或是成菩萨，都是你这一心，你做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你看你用什么心，那你是用菩萨心或是发广大心，一直不离你这一念心念。如果你心念常常在世间事上围绕，你要突破真的很难，因为绕来绕去还是无常生命，没办法去突破或是去放下，那烦恼一多心就不清净。那最后就是讲到三界虚妄，但是一心中，都是这个心在影响。那大乘起信论就是说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也就是讲因缘法，缘起性空。我们有还有空性的智慧，波罗的智慧，哦，这个就是讲波罗的智慧。那你先从文字，
大乘起信位，就是说从这个心生种种法事，我刚好想这样啊，刚刚想的这个念头是不是过了？那回归到现在，现在刚刚那个念头还存不存在？已经灭了，哦，心灭种种那个法就灭了，哦，啊，这边的寄语，这个起心论，这一个也很重要，所以也可以去常常用。那个是空性的智慧，也就是般若的智慧，用在你人世间处理万事万物都可以行，只要是它是因缘和合一合相，哦，一合相，这个也是一合相。包括我们的也是一合相，啊，这个相都是暂时的、生灭的，有可能因为那个因，就是地水火风，或是五蕴、色受想行识，有任何一个因不存在，我们这个相，麦克风不存在，包括我这个肉体不存在，那我这个肉体是不是要珍惜或是不珍惜？要啊，我们要这个肉体。我要去妙用啊，去修行啊，我要借这个假体去修真啊，回复到我们的本性啊，哦，然后回到道啊，要不要？也要从有为法，哦，那个有为法不能放弃或是把它禁掉，直接进入无为法，那你会变成着在空，不是偏在有就是偏在空，那我们空有都要有，我才不会落入一边变成。我们就是要运用不二，所以不二道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就讲，那个不二之道就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。好，一念不觉根成四就三起，你看根是六根接触到六尘，产生六识，就是一念不觉。那普通正常要不要根成四去作用？当然要啊。我们生活日常不只有修行啊，处理的生活事跟程式也要用啊。那用我们要用在对了、啊，有些你那个要分正跟邪啊。你有时候在处理事情上，哦，跟程式有时候你执着或是想开有纠结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归跟这个心往缘起性空。般若的智慧拿出来用，你才不会一直钻牛角尖放不开啊！哦，所以六有道分难，轮回不休，就是我们一念不觉。若能随时收摄安住在无我，那重点过来了，就是安住在无我。那你进入无我的时候，心静佛土静，当下即是净土。那极乐世界净土。简不简单？没有很远，只要你当下正念心经常保任住，心静佛土静，当下就是净，即得解脱。所以你说修行难不难？其实不难，只要你的心、你的见地对了，修行的路就很好走，不是那么困难。就是说，第一要有顿悟，但是四要见主。没有办法一下子我顿处什么都顺了，什么都不用了，我直接进入无为，不可能的。哦，那个一定是事情，一定是一件一件，你在什么阶段、什么时间做什么角色，事情还是不断的，念头还是不断的。那有要不要去除妄想？来，我问，要不要除妄想？要吗？那个妄想是什么？妄想只是误认，不要去妄想，妄想不用去除，你知道就好，知道那个不是真实的，只是我们心中的什么影像，所以不用去除，你只要知道它是妄想，空，无自性，毕竟空无所，你用这个口诀去念念念，自己常常去念。你就不用去除妄想，你知道，那知道的，你的妄想就是回归到真心就不动，所以妄想不用除。哦，今天最后用这一个跟各位师兄师姐，哦，分享，谢谢。
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哈，时间也剩不多哈，那我就简单了哈。你知道我现在手上拿这个是什么吗？放大镜哈。咱世间人啦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嘛，同款啊。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咱从下面在看，凡言。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凡言、心言。心言就是等于我们的慧眼啊，因为是咱的慧眼。啊，咱要如何把咱这个心，不要让心哦转换啊？今天就是借由这个道具哈、哦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咧看待一件代志，小块代志就开始呀，甲放大，会无？有这种人，小块代志，伊就用自己放大，甲放大，这个人就是安怎，今仔日就是安怎，都是一直把它放大，本来是微细的小事，可是。经过这一支把它放大变怎样？变大事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就是咱讲凡眼、肉眼啦，讲肉眼听较有，就是咱凡眼的人，咱拢用目睭咧看，这叫做凡眼、凡眼。凡眼就是用这一支在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修行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怎么样修改自己、调整自己？来。我们把这只怎样放下收起来，我们不要再用放大镜去放大每一件事情，人事物都是一样，我们不要再去放大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用什么言呢？心言。为人听着讲心言，这个人的心意很重的哦，这个人哦，他讲小心言，对不？没这种人啊，小心点，老大，鸡啊长，鸟啊大啊！我咱台湾话，鸡啊长，鸟啊大，有这种人无？有，哎，对，就是这种人。这种人，伊就是用这种邪的心眼来看待每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不要，我们把心眼这个心眼，我们用正能量、正面的思考来把它解释，它就是成为我们什么？成为我们的。慧眼、慧眼呐，慧眼是安那？慧眼就是讲，咱拄到代志的时阵，咱需要用啥？用智慧这个心，用智慧来看待，用中庸之道，我们来面对所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篇文是母娘给我的，吼，伊给我灵感，伊爱我来讲，啊，所以我来遮吼，足感恩母娘吼，慈悲。道德感恩母娘，母娘感恩哈。然后，伊给我哈，洞中暗中很妙的，这个洞中就是咱的目睭啦。目睭就解释了这洞中哇，大家拢有洞中嘛？对，大家拢有两类慧眼，对不？你后来看海这人世间所有的人事物，啊，所以讲咱用慧眼，这慧眼哦。这个哦，心眼不是小心眼哦，不是小心眼。心法无门，黑是经。母娘跟你讲，心的法门没有什么其他的法门，唯一就是取静。你从静中，你才能够得到外部的灵，就是通，能够通。你就是要从心法里面去执着，净化杂书五千年。爱净化咱的杂事，有无？咱逐工啊，每工生活有无？杂事一大堆啦，烦恼嘛一大堆啦。你敢讲你无烦恼吗？有无？有人讲伊拢无烦恼无？无嘛。所以讲，咱有烦恼，咱才是凡人。无烦恼是啥？圣人啊啦，已经达到迄种境界啊，拢无烦无恼啊。来，净化杂事五千年，咱的生活中需要啦，需要一份。清净的、清净的智慧，咱需要就是安尼。我们每天生活哈，忙忙碌碌，对吧？一天落来是拢做无用的。我们每天至少给自己一个空间、一个时间，半小时、一小时都好，和家己静落，放空、放松，这样你才能够怎样产生你智慧，灵清灵净在属阴，安尼你的灵就清啊嘛，对不？灵才发到清。
你才知道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缘由到底是怎样，我们才有那个思考的空间，才有那个地位来去面对。所以说要调节我们自己的固执的角度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的，有人声音说他没有一条吗？没，一定是都一条，因为他是人，人他对每一件事情无法放下，所以就是一条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每天给自己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也好，让自己放空放松，那么你才能够产生你的智慧啊。经文化观叫做好这个精力，懂得自律的人自然有什么呀，自制力，因为你自然主流嘛，你跟你每天你跟我都安排你的时间，安排你哦，我几点要从啥，我几点要来上班，哦，我几点要来做功课，哦，还是说我几点要进来看八点档，哦，对吧？有的人时间看你安怎去安排，对不对？人员要比学生低，咱人员就安尼真多，就是咧练咱的员嘛，对吧？练咱的胆嘛，要调皮嘛，咱就要学这个性格。性格是啥物呢？性格就是伫咱的内心，内心即个叫性格。咱讲人格，哇，咱定咧讲人格啦，人格啦，人格嘛是咱的心，伊所指的嘛是咱的心，吼、哦。啊，性格伊咧讲的强调也是我们的心，吼、哦。喜爱运转。变化开，因为你每天有在练啊，你每天至少我有超一点钟、半点钟，我有自己有在练啊，有在放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自然这样日积月累，它会产生变化。咱讲啦，一分停下，五分倒起来，十分倒起来，到处嘛会产生变化，对不？所以说，时来运转，自然你才会转的规律灵性。条条是道，深奥妙。若要讲吼，若讲啥话，若要讲到底，目屎啦，花袂离啊啦。哎呦，这道吼，道是足深足深奥的东西。但是你说道，你说浅，哎，它也很浅。它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咱日常拢是道，哈，每一项拢是道，呈现的都是一个道的原理，好，道的原理。刀乃无形，却用心啊！伊讲讲刀本来就是无形，没有嘛，对不？刀乃无形，啊，但是变到却用心呢？因为却用心就是讲，你逐天拢有咧练，拢有咧做，拢有咧训练，哎，无形当中它就产生这个奥妙，这个玄妙了。好、哦，一句话甲你讲就是安尼吼，这个奥妙，这个玄妙，虚无有之间的一个产生，来讲讲虚无，对不？在中间。它就会产生一个奥妙，一个妙法，那个妙法就主人对三仙。所以说咱就是爱领经哈，舌身一个最起码哈，那你讲的话，舌身意下哎呀嘛，品修炼，大家就是来修炼咱这个身心灵，拢爱修炼。伊讲人人心中有主宰，对吧？人人心中怎样都有一把尺，哇！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每个人都能够去主宰你自己灵性。你今天怎么样，都是自己在主宰。你要怎么样去分配，怎么样去调整，还是说你要给放好暖，放好爽，对不？那么是一天啊，也是可以啊。你说按照你灵性意义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人生要产生一个价值，所以说要听修炼，修炼什么？修炼他的五蕴。五蕴就是包括咱的目睭，吼，五蕴皆空嘛，所以爱训练，慢慢的一步一条印，一步一卡印，来达到心，达到去悟，达到去教。就如我师兄讲的，我们用我们的般若智慧，用咱的智慧去思考、分析，咱今仔日所遇到的问题到底伫倒，困难伫倒，用你的智慧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。一一的去把它解决，好、哦，慢慢那你叫我都去放下，叫我都去解决你这个问题。出第一道，啊，别用什么方法，因为你有精嘛，有精，你自然就有智慧。你讲对不对？啊，世人太俗，心甘明嘛。那每一个人在对待因素分，好、哦，我们的心眼都是很明显。好、哦，那每一个人，咱知影咱家己在做啥嘛？我们要保持怎样？
中庸之道。什么叫中庸之道？听有吗？有吧？中庸之道就是我们不执着，好、哦，按他把脉搏就气嘞，我们就保持一个平常心啦、啊。刚才讲中庸之道就是平常心，我们用我们的平常心来面对我们每天生活所面对的种种困难。伊讲，事事考验安怎，就是咧磨咱的心灵啦、啊。世间每一项代志，迄拢是道，道要啥，就是咧甲咱考。靠咱的啥？靠咱的心灵，咱的心灵要不要经得起磨砺？要，各位。所以遇到任何事情，不要去配合他，不要去配合他啊！得过且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句话会记得哈。我们用平常心，不先有感情，就是说，要我们用平常心来面对，我们不执着嘛。不执着，它就无生，没办法产生了嘛。所以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耐得起磨练。我们怎样不执着？欢心忍揪，咱就变安那性灵根。咱本来就来欢心嘛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就是学圣人的脚步，我们慢慢在学习这个真理，这个道理。好，咱好，咱就一步一步，豆豆听，豆豆哈，到尾啊，跟圣人同款一样的。坚持坚定，我们都是跟随圣人的步伐，一步一脚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阴阳化形金庸体，我们这样在静坐，我们在练啊，是不是在练咱的阴阳体？对吧？啊，你阴阳两体，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啊、哦、累积，不断的练习，然后到时候你都能够产生你体内，你整个就变成真阳气就出来了。就不会阴气很重，阳气比较少，那个就是怎样心的圆盘，先华回来用心机，跟你讲用心学习，创造机缘，提升咱的灵性。回来嘛，我讲过啊，咱是爱先华咱的回来，用心机不是讲处心积虑哦。这句用心机不是讲处心积虑哦，处心积虑听起来是不是负面啊？对吧？现在大家讲用心机，就是讲用心学习，创造机缘，叫法度提升咱的灵性。好、哦，母牛跟咱讲的是，好，那因为他今天跟我们讲解这些哈，伊叫我用唱的再唱一遍，大家有意见无？好，那我就用唱的哈，来各位分享。因为我拄只有讲过，再是有弄讲过，我现在等于说，我再复习一遍。哦，用母女的法音啊，传、哦、送给各位同道们啊、哦，各位同道们一起分享。伊讲，公公安中很妙意，心怀无门黑西京，两情两情在思意，今晚破断金缕。人愿挑剔下心地，时来运转变化开，滔滔是道真奥妙，道乃无言玉中生，舍心以上品修炼，令人心中有自在。太师啊，心眼明，事事可断了心灵，明心无生中感应，欢心念旧心灵根，阴阳化成真勇气，生化为咱用心机。这一篇哈、哦，新的圆盘，肝胆、心胆，各类的悔感，拥有类的悔感，好、哦、来看待这人世间的一切，让我们每一个同道都能够得风精进，法体充满，你们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